福利花园 Simply 住址，台中市西区屯中街22到1号，电话0423728668，营业时间11点到15点，18点到22点公休日，2014起全年无休，只休过年。店家 FB Simply 每次的聚餐，除了吃到好吃的美食很开心之外，能在店家开心的聊天，不怕吵到隔壁桌的客人，也是很尽兴的一件事。福利就是这样的场所，品酒喝咖啡，分食美味料理，许久不见的朋友，好大的惊喜的谢老板，我怀疑朱八宝美女是故意不跟我说的，好惊喜，很喜欢这张相片，墙很有 feel 的佛卡夏面包，自家烘焙，里面有起士和迷迭香，可以搭配店家所附上的老醋橄榄油、番茄沙沙酱，或是法国威尼斯黑橄榄加提鱼。胡桃木淡熏鲑鱼，自制的冷熏鲑鱼，以胡桃木慢火低温的烟熏8个小时腌好，费工的淡熏鲑鱼可以搭配旁边的荞麦煎饼和酸奶 ，包式香肠、火腿拼盘袜，来自各国火腿和腊肠，我喜欢搭配哈密瓜一起吃，有些法式料理餐厅也会这样当开胃菜，水果的甜和火腿的咸味，好 match up 的。Simply 的手工鲜酿啤酒超爽口的，喝完头不会不舒服，因为我喝酒反应都蛮快的，这杯我边搭料理边喝，不知不觉就喝光了，有它的特殊果香风味在，蛮吸引人的。英式炸鲜鱼薯条一定要热热的吃，超好吃的啦。英式小酒馆传统的下酒菜肴，细致的防鱼，裹上酥脆的白葡萄酒面衣，可沾上特制的塔塔酱，我吃好多条哦。源自符号。茄汁炖牛肚制作就要4天时间，牛肚颜色虽然看起来比较淡，会以为好像味道会偏淡，但是完全不会，好入味好嫩。小铁锅松露烘蛋，非常赏心悦目的一道料理。太阳蛋加上烘炒过的培根、蘑菇、蒜片及羊肚，均淋上干葱、红酒、牛肉酱汁和白松露奶泡。搅拌后可搭配附上的面包一起吃，有美女帮忙更加开心。源自符号。吃美食之余，稍作休息一下，聊聊天，看看窗外美丽风景，看看在喧嚣城市中依旧可以淡定斯文看他的简体字小说的蟹老板。梭子蟹肉饼，梭子蟹肉和白酒一起拌炒，酥煎后烤，搭配旁边的甜椒酱和特制的油封柠檬，去掉油腻感，有清新感 ，feel 的。黑松露干贝南瓜汤，有北海道生食级的干贝椰，有没有这么高级啊？黑松露和松露油做成酱汁，我慢慢的品尝享用 ，feel 的。当季蔬菜炖汤搭生火腿面包棒，多种蔬菜炖煮一天，入味1到2天，搭配自家面包棒和帕玛火腿，我觉得还蛮暖胃的汤品。蒜味西班牙腊肠汤，西班牙腊肠和蒜头熬煮一天，入味2天，都是很花时间来料理，我们吃得很感动 ，feel 的。阿尔萨斯酸菜猪脚炖锅，里面有漂亮的白雪公主之称的马铃薯、酸包青菜、猪脚、香肠、后芥、培根。猪脚一般常见的都是卤猪脚，或是俗称的德国烤猪脚，这次欧式料理的做法，吃到不一样的 feel， 弹多汁的猪脚蛮特别的 feel 的。波士顿龙虾面这道一上桌，马上大大的吸引我的目光，完全就是我的菜啊！鲜甜的龙虾配上顶级杜兰面粉制成的面条，吼，好幸福哦，比蟹好吃好多好多好多 ，tilda 好啦，是我个人爱吃虾比蟹多。我有吃到2口哦，谢谢猪美女的牺牲，没吃到，因为她最近吃太多蟹了，有次还不小心被升级成龙虾了，哼哼 ，xc。香料炭烤海鲈鱼，果香吞培根，我本身就爱吃鲈鱼了，新鲜的鲈鱼简单的干煎我就已经很爱吃了，这次裹上培根，让海鲈鱼菲力吃起来更多了，培根所渗入的肉汁好加分。西班牙海鲜饭，里面有番红花、贻贝、鲜虾、蛤蜊、西班牙香肠、香乌贼、普利的西班牙海鲜饭，算是我看过摆盘漂亮又好吃的一家了，大家一起分食可以吃到好多料理，也真好。源自符号。
首公园为焦糖布丁，不得不说，吃完普利的甜点，大家一直怂恿他们可以开卖下午茶套餐，甜点都好好吃又精致，好完美的 ending 啊 ！Tilda， 蝴蝶巧克力蛋糕，浓的好的巧克力蛋糕，源自符号，源自符号。酥炸小面球可以搭配冰淇淋一起吃，单吃也不赖 ，Tilda。覆盆莓塔，很美的一道覆盆莓，比一般市面上的不酸，每一颗又饱满漂亮，大颗艺术品来着 ，Tilda。松露蜂蜜千层蛋糕，好高级的千层蛋糕，听说还有贵妇订整条来当做蜜月蛋糕耶，哇呜 ，Tilda。马卡龙。热拿铁可都是使用 Lavazza 限量顶级咖啡豆制作出来的 Atilda。冰美式冰拿铁，现在电话除了讲电话还可以这样遮脸拍照打蟑螂当泡面盖 Atilda。